一个，他说啊，依总和做五阶段的评价，依照这三个总和起来来做五阶段的评价。那五阶段的评价在哪里呢？他说参照表在表一，好，来我们到表一这边来看一下，哦，在这里，零、六千、六千五、七千、七千五，哦，一万这样子啊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就是参照表，对不对？一看到参照表，你就知道用哪个函数了。哪个函数？很好 ，V lookup。为什么不是用 H？ 因为它参照。对，因为参照表的资料输入方式是垂直的方式，直直的下来的，所以是 V lookup， 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他又说了。一总和，总和是什么函数？哦，是 sum 对不对？所以简单来讲，这一题我用哪两个函数呢？哦 ，sum 跟 v lookup 对不对？哦，很好。来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做了哈。那为了不要翻山越岭的到隔壁去选那个范围，我建议我们去把它做一个什么范围名称，可以吗？啊、哦，来。把这个范围啊，从零开始选到特优，接着呢，啊，来，你没有切那个助教，你看一下，放在桌上按那个什么学生机有没有？有用吗？把它按一下看看。OK 哈，好，没有哈。聊天会你先看隔壁的，好不好？哦，你先看隔壁的，哦，啊，助教帮你弄一弄，哦，啊，如果这不行的话，就找工程师，哈，哎，可以吗？你先看一下隔壁的，哈，好，来，我们继续。那这个范围选好了以后，我们给它一个名称，可以吗？来，我们到定义名称这里来，哦，定义名称这里把它点下去，好。然后呢，我们给它什么名称呢？嗯，评价表好不好？哦，评价表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打上评价表。OK， 好，如果你怕会有重复，或是怕后面还会用到类似的，那就用01给它一个流水号。好 ，OK 了哈，我们按确定。好。那等一下就是用标准，用我们的业绩总额，哦，总值去求，想要查出它的评价应该是多少，好、哦，来，那我们开始吧。那么呢，回来以后呢，我们点到这一个，同学是先有总额还是先有 V lookup 啊？ V lookup。哈哈。哦，计算的程序上，谢谢。计算的程序上，先算总额。才用 VLOOKUP 去查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建公司的时候要先怎么样？要先找 VLOOKUP， 对不对？哦，了解哈 ，OK， 好，来，那现在呢，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首先呢，我们呢点到这一格，到我们的，我看最近用过有没有？没有，哦，有一段时间没用到了。来查阅与参照的 V lookup。好，同学，在这一栏里面一共有四栏，我们的上要在哪一栏叫进来？当然是第一栏喽，对不对？第一栏把这三个加起来呈现一个值，才到第二栏的参照表去查嘛。哦，了解哈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第一栏当中。你就到左上角把上叫进来，哦，点这个小按钮下去，上在这里。好，来看一下范围对不对？一二三，好，没有错，这三个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上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完成之后就要出去了。来，所以呢，我们请各位呢点一下 V lookup， 点一下，告诉这边。第一栏就算结束，这样懂吗？
哦，依然就算结束哈，因为他到最后求出个子，像你看8892有没有？哦，他已经预先跟你讲，这一栏算出来的就是8892的这个数字了。好，到这边了不了解？知道哈？来，第二栏点一下呢，他是不是要拿这个子去参照表里面怎么样去查？所以到第二栏点一下呢，按一下键盘的什么 F3，去把评价表叫出来，哦，来，再来第三栏点一下，给他多少？他们刚刚不是两栏嘛，哦，所以呢一定是第二栏呢，哦，哪里两栏哦？说话我要听节目嘛，好，了解，但你我搞定冰柜，我你看哪两栏，好不好？你，哎。公司招待啦，我找你病鬼，给你看吼，你稍等吼，我再来做好了吼。来，第四栏是多少？个零。哇塞！哦，我错，我你错字。当然叫一呀，为什么？对，因为我们走的是业绩。哦，它一定是在一个区间，它不会刚刚好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，顾客有没有水杯机啊？马博公在顾呢，今年看到你了呢。哦，天哪，你逛的也太快了哈、哦，你用小博影啊？哦，你看一号，贵人多忘事啊。哦，好 ，OK， 到处推翻确定，可以哈、哦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已经是外层函数了哈。好，顾客 A 号。等一下，我先冰过你看一下。第一栏、第二栏啦吼，第二栏，知影吼？哎，了解吼？等一下嘿，阿你家己冰一下吼。哎，来，我们拉下来喽，讲会了哈 ，A、B、C、D 这样子的等级就出来了，好，讲会了哈。好，所以各位老板娘、老板，以后你们自己会做业绩表了哈。来，那我们这边呢，先还给各位，还没做的，请你做一下哈。哦，好，来，你要拍这个吗？对对对。好，啊，记得上传一下啦哈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太阳王到来，来一百斤小米。来，小凤，看好了，那我们一零同学他很热心的帮各位拍了我们刚功能表的那个画面哈、哦，那个函数功能表的画面，有等一下分享到 LINE 上面去，不太清楚再打开我们群组看一下画面。好，那如果你第9题做好了也懂了，你就往第10题看一下。第10题我写一下，哎，把它擦掉了，哎，把它擦掉了哈。
第十题呢，等一下我在黑板上解说一下，我们再来做。好，因为第十题呢其实并不简单，也不是不简单，所以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。好，那么我们等一下呢先在黑板上先解说一下。这题让我们做完。我知道。我是说呢，等一下第十题各位先不要做，你们先看我讲完哈，我们再来想。你现在第九题先把它弄懂好不好。第九题先把它弄懂哈。不要急。看一下。Thank you.
好，可以吗？在两分钟吧。好，因为等一下我在黑板上讲解的时候，各位都要先停下来啊。好，
好蠢的，我自己不想。好了，我们只有从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切换一下画面了。